漫威一天发布多条新闻，彻底引爆了全球影迷的讨论热情。电影方面，上汽与十界传奇发布新预告后，在全球迅速成为热议焦点。中国观众明显对该片很不买账，评论区一顿陷入了混乱。全球影迷热烈评论，却是片中植入了巨大京东广告。有趣的是，这一幕和最近热映的好莱坞大片《哥斯拉大战金刚》中就是完全同一个场景。感觉哥斯拉和金刚在外面打着仗，摩天大楼里超级英雄正打着小仗，两部电影的剧情完全连贯了。而且外国影迷评论的焦点也很特别，如今神秘东方超能力显然已经不再稀奇，中国强大的电商哪家强才是话题。另一方面，漫威的东家迪士尼宣布已经跟索尼影业签订了协议，确保了未来蜘蛛侠相关新片可以在迪士尼家等迪士尼相关流媒体平台正常上线。前不久，全球第一大流媒体平台奈飞与索尼签订了合同，独家占有了索尼未来许多新片，这让很多外国影迷都感到很紧张。毕竟谁都不希望为了看不同影片去注册所有流媒体平台。剧集方面，鹰眼宣布杀青，鹰眼扮演者吉尔米雷纳发文感谢了迪士尼、漫威全体工作人员和特效团队，并希望这部影片快点和大家见面。摩托克是一部限定仿电格风格喜剧动画剧，因为不属于漫威电影宇宙，所以剧情充满各种可能。钢铁侠也因此能跑来串了个场。关于目前漫威几部热播剧，最近漫威影业制作人内特摩尔在接受某外媒采访时明确表示，猎鹰与冬兵、洛基未来或许还有戏，洛娜与幻视应该是不会再开第二季了。除了因为这部剧本来就计划拍成只有一季的限定剧，还因为旺达已经无法回到现实了。他的这句话可以预示着未来旺达和幻视在电影中可能要有一阵子谁也见不到谁了。